义大是三胜两败一和。拉掉，没有出棒被三振。林振峰虽然连续面对两个打者都投到满球数，但最后的结果都是顺利解决打者。厉害在这里，很会投两好三坏，这可以记录下来。我陈志宏这一棒这个球没打，没，真的可惜，这个对投打者非常有利的地方。挥棒落空，两好三坏，真的吗？我这么会投两好三坏，哇！结果都解决打者，三上三下，失去上半，相对没有得分，双方2-2平手。